在如此美好的假期堆沙包，真是快乐。其实现在有许多人会用 3D 列印技术替找不到家的寄居蟹打造新家呢。 3D 列印不都是加热塑胶线材印制吗？这样一点都不环保啊。这可不一定，有团队使用 40% 回收木材料 Laywood D3 替寄居蟹造壳，也有人拿绿藻当材料哦。哇， 3D 列印已经这么进步了吗？那现在还有救吗？哎呀，原来是我的吊饰啊，哈哈，我找了整个下午都没有找到呢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啊。